国旗暨狮子旗行罪敬礼，师友请脱帽，一鞠躬，礼毕请覆帽，来宾师友请坐下。师友八大信条，请旗王会会长吴世雄师吴世贤师兄带领。好，师友八大信条：一，忠于所至，勤勉敬业，竭诚服务。争取接任会长蒋秀凤师姐。总监陈长茂，欢迎。前任总裁洪纯义。第一副总监冠惠子。第二副总监叶冠宏师兄。中华民国103年6月9号，请放下你的右手。我谨代表国际狮子会恭喜你，谢谢。欢迎，请我们13分区主席吴世尔主席、第15分区主席陈辉涵主席及三位会长，为我们新师兄师姐佩戴师衣师帽。请我们总监为我们新会员佩戴狮子章。
2014年、2015年度，李监事职员宣誓就职仪式，担任国际狮子会分会之李监事是一种荣誉啊，但也代表着责任。新的一年，你将与会长共同为会务健全成长而努力。现在，请举起你的右手，朗读誓词。以谨以至诚，福音国际狮子会宪章，遵守国际总会与本会之章程，为发扬狮子之意负责尽职，精诚团结，服务社会，造福人群，信守不渝，使事先世人成敬望。中华民国103年6月9号。好，现在请你放下你们的右手。国际狮子会301B 班区第7专区主席范锦仪，以及第8分区专区主席李庆林，监事人中华民国103年6月9日，谢谢。是显然是一种荣誉，佩戴职务肩带也代表责任的开始。希望在未来的一年里，大家全力协助新会长推动会务，为各会再创高峰。请来宾以热烈的掌声来祝贺他们，谢谢。新任会长蒋秀凤师姐致辞，并且请我们基友团以及三重东区古人社内轮会王会长献花做准备。301B1区陈朝茂总监跟所有我们区内的服务团队，大家好。亲友，大家好！新的一个年度已经来了，转眼之间，把一年呢已经到我们传承历史的一天。今仔日是三和金融旗袍会会长联合高奖，甲李干事宣誓上阵的日子。秀凤在此。感谢各位贵宾、先进师友，在这领无言的中间来给咱莅临。感谢三中东区妇联社任的社长所带领的服务团队，谢谢你们。啊，搁有阮三中红十字会会长曾松燕会长带领的服务团队，感谢您。中会伫高丽渔创会长，甲咱李英前会长，甲所有阮的师兄师姐的努力经营之下，唔干啦，会务愈来愈充实，而且会员一年比一年搁较侪。你阮兜国盛师兄的全力支持之下，阮也希望全体的师兄甲师姐推举接任中会第18届会长，内心深感人民，但也感觉真
行行吼，希望伫我上短的时间内，会当接受我一世人上大的挑战。然后，由于你们的前人种树，才让我们后人能够成长茁壮。希望会当一直，希望会当伫上短的时间内，会当甲大家来学习。勤奋用心，一直是我带领接下来一贯的原则。咱今教校若开始，咱的责任的开始，就是爱向着咱已经既定的一个计划方向去行。服务社会，公益为主，我都爱尽力发扬咱师祖的精神，都爱把咱的爱心传到社会上所需要的角落。全体师兄师姊对我的疼痛甲收听，让我有这个学习的机会，希望会当将义工会的会务活动办甲更加圆满，尽我最大的努力来为本会的服务。最后，并将各协会会务昌隆，与会嘉宾万事如意，平安喜乐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蒋秀凤会长，请亲友团献花，以及我们三重东区辅仁社内容会会长黄秀玉会长献花，还有我们宜华市政会的师兄师姐，我们师奶呀，啊，大高姐，还有。这后面是上德接班人啊。
与失而无三声，请三合会会长何玉峰师兄带领。伟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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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伟盛。临终闭会，请我们齐王会会长蒋秀凤师姐临终闭会。国际狮子会三零零宾万区三和狮子会、兴隆狮子会、齐王狮子会会长联合交接暨礼监事职员宣誓就职典礼圆满成功。礼成。